QR A， 义勇双 QW A， 对吧？你这样子单挑就很好打，对不对？单。那后知后觉，红绳挂上一技能减速，然后再一个 W A 外圈挂死了，再见。呆呀，这是。就这，真的在 A 塔，打中 A 塔。金身规避一下伤害 ，W 位移出来，反手丢个一技能没遇到，然后这波先 Q 啊闪现拉开，然后再等一下技能，然后走过来一个 W Q， 帅。而且我有水银鞋，打不到我打。救命啊！这位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永霜再接一个 W 外圈刮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永霜的好处。现在知道为什么出永霜。叫啥？你考虑清楚了，我不怕你啊。W 金身，我都不要交大。谁说我没有队友？我建议大家走进来。一个 Q 闪啊，没睡到对面 DC， 但是没有关系，一个 Q 弹。WQ 金身，然后等一下队友打伤害，这边还有一个男刀，我们走过来一个外圈刮，先把小龙打了，再去拿大龙，非常的完美。这个一技能减速一下 ，W 红绳挂一下 ，Q 技能 A 一下，躲未躲他的一技能没关系，没躲掉，我金身马上好了，他考虑清楚了，希望他考虑清楚了，我们先 Q 一下一技能 W 金身，然后。金身没好，我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这波 Q， 这没烫死啊！霸天巨兽啊！还能塔 Q， 大龙大龙。我来啦，丢个一技能。我先帮你禁锢住他一下，我禁锢啊。
好像杀不死，算了，我拆塔，愤怒，愤怒。我是愤怒。呼呼，那两个可以，血统没大的。等黑暗柱哥再 A 一下，双杀。A 一下，有红尘挂他，永伤禁锢，一个 WA。你要打螳螂很简单。可以摆到一个小豹女。豹女意识这么好吗？ Nice， 起飞。先丢一个E技能，丢到一个最肉的雪人，然后一个 Q 闪先杀一个 W 金身等队友，拉开，不要被他烫到了。你也别跑了，我居然被单杀了，死了吧，应该把炉灯弹一下，这个龙魂好像大龙，是大龙，是大龙。血灯。我杀这个，交闪的话就给了，可以。滴滴亚不是主义的吗？不是啊，滴滴亚是很早之前是副主义的，因为滴滴亚有一个版本改了，一技能你学多少次那个属性只是加伤害。永霜 Q A。A 一技能减速一下，就算做梦的人不在了，还有队友吗？因为侧面 C
斜着丢技能是比较容易命中的。啊！减速一下 ，Q A。Triple Q。他这样反抢的话就算了，因为他还有大招的，我过去肯定要扛塔把他打醒了。他反手一套技能能把我秒了 ，Q 一下，然后跟伤害可以秒。OK， 好像不用交闪吧，兄弟，有点怕了。完了 ，nice！ 你看这杰斯是不是会玩？脱节了，莫甘娜在那排眼，然后 ADC 我睡到了，然后莫甘娜没给大，这边急了。谁说我没有队友的啊？谁说我没有队友的？一波了，再推一波线，这不是吸队友血啊！我这线不推的话，队友也吃不到几个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这两人都得死。精神规避一下伤害啊！走了，那个人头我宁愿不要，那个人头我宁愿不要。此刻的被动还在炸，我说实话，如果我死了，这个先锋拿不了，感觉还亏了。